觉我看你这气色，你现在你是不是谈恋爱了？对呀、啊，啊，你现在谈恋爱了？你是不是谈恋爱了？哎，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就是形容，就像形容娜姐这么好的一个人，怎么说来着？用一句成语是吗？不，你还没说你什么谈恋爱了？什么好客？有朋自远方来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四个字的一个成语是吗？随便一个，形容我很好，好客。有朋自远方来的成语是什么呢？宾至如归。哎，对了对了对了，就是这个，关键是我都没想好是什么成语，都不知道怎么引用它。要不说你是绝对是有文化呢。你看吧，太有文化也不行。模仿任意你喜欢的电影人物。哎，帮我配音啊，那个啊啊啊啊啊 ，Leonardo DiCaprio。你是模仿的前面 ？You jump, I jump。你是模仿前面那个，后面那个？随便，谁张手的我就模仿张手的。我不知道谁，因为我不知道前面那个还是后面那个。我也不知道，连串了。有风，有风。我这还没成啊，你已经结束了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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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刚已经称赞他了。还要不说你是绝对是有文化呢。哦，对对对，我太容易称赞别人了。对，这是什么？下蹲抱头，大声说：“官人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下次不敢了，再也不敢。”这对你一点难度都没有。对呀、啊，我好喜欢这样表演。官人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下次不敢了，我不想看，我不敢了，不要这样。这简直是给你表演的机会。表演谁表演的机会？刚刚做完了，他刚说拖出去斩了。哦，对对对，拖出去斩了。你做完了，你已经啊？什么东西啊？手指别人，别人你刚做完。用家乡话充满感情的背一首诗，我有文化呢，是不是？随便嘛，闽南语会吗？闽南语有什么诗啊？随便一个，我可以唱个歌，可以可以。天鹅鹅贝罗鹅，我也会。公阿爷地头贝古鹅，古啦古古啦古古了几杯，酸牛哥伊那那那那粗鄙。这是一首歌吗？好几首吧。一首二，这是一首。就那个孙燕姿那个天鹅鹅贝罗鹅，哦，原来是那首歌啊。对对，其中一句。这个怎么说啊？哎呀，这好难啊！演唱会有嘉宾吗？演唱会有嘉宾吗？可以有，也可以没有。找杰哥去啊？有还是没有啊？上海演唱会有没有嘉宾？不一定。不一定吗？找杰哥呢？蚊子，蚊子，蚊子，拿下来！什么？磨鼻子！哎呀，这是诱导，就是要诱导，这是诱导，就是要诱导。烦，我看一下。举起游戏盒子说：“江湖什么套路深，人心隔肚皮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”传视频上网，江湖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开始，江湖套路深，人性隔肚皮，我真的受不了啦！紫薇版的，被扎针的时候，来，你好费牌哦，不够。钟主席，你快点，不好玩了。来来，主席来，要怎么玩？先贴上再说，你就会了。要怎样？来来来，休息休息，你就先坐好了，坐姿就好了，坐坐舒服了，这样吗？来处罚了，啥意思？啊啊啊！这也太容易了，怎么舒服怎么来，啊就是，啊我们太坏了，怎么处罚？举起游戏盒，温柔的说，不就害人吗？简单，我可以，就黑化了，就是那种。
等一下，来，我拿一副扑克牌吧。来，等一下啊，预备，开始。不就害人吗？简单，我可以。入戏了。随便这样拿。不，这已经是那个的。刚才是应该谁？那是不是顺着呀？没有，随便。你可以随便提问，你可以随便跟任何人说话。这样顺过去吧。嗯。看着我的手，看着我的手。要泼水吗？我玩那个看这边，我从来没输过。啊？什么叫看这边？就是看这边。那你那次被泼那么多水，怎么回事？他被泼了。对啊。那不是。我要跟你玩，我输了，我不信谢。那姓张啊。你这什么东西啊？刚刚那个文字已经被他摸过一遍，这次又被他弄下去一个新人，哎呀，这太容易了，小心点，你皮给我绷紧一点，哇，我整个热起来了，你信不信我今天？到现在为止，我一次就是待会儿一次都不会输了，你信不信？不信，不信。你信吗？赌吗？要输一次怎么办？你跟我打赌吗？我不敢说。姐，你说吧，我不敢说。赌不赌？赌什么？舒心，你最近开心吗？我开不开心？我怎么知道你开不开心？好想看大姐输哦。我觉得他是不可能完成他这个上面的，不可能。你最近开心吗？动物园好玩吗？动物园一般去动物园可以玩哪些项目？你没有去过吗？我去过，但是我不知道跟你们玩的项目是不是一样。你怎么知道我去动物园了？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是吗？没有啊，我没说过啊。你说的吗？不一定，他已经知道他的牌是什么了。输了，是没说没有对吗？对，他已经知道他牌是什么。太明显了，我这个一直在让我说没有。但是你们三个这个太难了，现在。现在我这个也难吗？你难，都很难。我们换一个，换一张吧，换一张。我这很难吗？是不可能说这个的，是不是？就没什么机会说到这句话。我不可能说这个，我不能跟他说这个，换一个。一个字，绝！笑死我！原来你都是要动作来引诱的，气死我了！哎，我眼泪，帮我滴一下这个纸。再给我一个。你的惩罚是什么？好了，给你了。哎，好吓人啊！这个游戏，我肚子要消坏了，肚子。